我已经有萨克斯在边上，我无法集中精神作战。看客们是无法理解的，歪歪的各种英雄与美女的并肩作战故事，可是。 赵信，别崩溃，出来战场了，硬伤会贵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恢复体力先。撤回来，赛恩，一旦是突袭，小安就得回。先回。导演，赵信，我跟人急死了。要不你去帮一下拉克斯？不能，去下路上路崩，去上路下路崩，中间一定要守住。赵三，只要队伍里还有一个发育好的，咱们就得坚持住，为他创造条件。 每一个英雄都能拯救世界，只要我们进入他的节奏。赵三，你成长了。赵信不简单了，我们先撤回。二弟，对不住了，兄弟我上来就送了。没关系，满大哥，兄弟我还挺得住。满大哥，为了二哥。 肉起来吧！哎，我满三刀出肉，那我还是满三刀。不，满大哥，请满大哥认清战局啊！上路崩盘已经失去了他的锐利，现在能做的只有全力给二哥创造机会。我们豁出去，顶在前面，跟他们拼到残血，哪怕牺牲自己，我相信二哥一定能收割他们，一定能。三弟，你升华了。 当兵吗？可是整体火力不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还有一定的火力，我帮你打第一波攻击。咦，你不是被欺负了吗？不过对面两个 ADC 为了发育吵起来了。最后怎样了？我超神了，顺便买了本书《杀人蛇》20层。20层？那一醉呢？我快被虐成狗了。 对面谁被沙爆了？蒂莫呀，还有谁？朋友，为了想你表示珍惜，我好艰苦啊！这小朋友被人家给爆了，抢什么都可以，哼，就是不能跟我抢钱。瑞文呢？他不喜欢跟我们待在一起。 我们是从那边。他们说以前喜欢过一个中士。嗯。后来怎么样了？被毒死了。谁干的？哎呦我妈哟！蠢货！大家都休息一会儿吧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开战了。是啊，我们看阿坤睡着了。真睡着了，你们看他那样。
能放松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给我一个残血，还你一个世界。